电视，让佛法环绕全世界。接下来请收看慈灯缅甸弘法行。浩瀚云空，渺渺苍穹下，奈比都大金塔如金色散月，金光辉耀。巍然于奈比都制高点，绿意结比中的奈比都大金塔，辽阔的底层腹地，广如丘城。大金塔脉通四方，腹地辽阔，分层致用。塔座层以浅色石板铺成一望无垠的宽广平台，巨塔之下，来往行人渺如蝼蚁。塔内地面洁亮如镜，高擎的塔顶柱面镂金砌玉，典雅大气，华丽无比。译者沿途导览，一幅幅描绘着佛教故事的浮雕艺术作品，也成为流传缅甸历史人文经典的瑰丽法宝。经云：念无量佛土，诸佛三昧常现在前，能请无量诸佛，能断种种见缠及诸烦恼。偈曰：诸佛说何时，何者是不时，时之与不时，二者二是不可得。如是真实相，不系于诸法，怜悯众生故，方便转法论。午后，广场上台湾燃灯功德会的旗帜高悬，庄严的供养即将登场。在生命电视台台长海涛法师的慈悲带领下，远道而来的佛子们进入共生大会会场，背脱共生袈裟，或虔诚合掌，或屏息静待僧伽们的到来。下，僧人们的脚步平和安然，不疾不徐地来到金塔大殿前，依序入座。巍巍圣塔中，慈悲的海涛法师先为众人解说此行的各项供养与功德，并为众人慈悲开示。三宝是无上福田，我们在这个世间要得到福报才没有痛苦，而且
能够皈依供养佛法僧三宝，我们才能够脱离轮回的苦。所以我们升起这样的信心来做供养，特别供袈裟可以消除我们种种的障碍，能够得到安全，甚至祖先超度。因为就像各位看到，一个凡夫穿上一件袈裟就变成圣者的形象，所以我们第一个要来供养袈裟。除了供养袈裟，我们还要今天还要供灯，灯代表智慧，脱离黑暗轮回。如果大家都有智慧，就能够超越痛苦。再来，我们要供养出家人啊，就像各位每天看到很多缅甸人早上出来供生，供养出家人现世父母福寿晚年，往生七世父母离苦升天，这样来供养。只是这么多功德，如果很自私的只是为自己得到功德，那就太可惜了。所以我们要想着，为了所有地狱道、恶鬼道、畜生道啊，天道、人道，都像我们爸爸妈妈一样，我们为他们供养袈裟、供身、供灯，带着他们皈依三宝啊，愿六道众生也能够跟我们一样受五戒，就能够脱离轮回。最重要的，各位要升起一个出离心，愿我们自己哪一天也能够跟这几位大和尚一样出家啊，脱离轮回。也愿我们哪一天能够成为阿罗汉、佛陀，成为众生皈依依止、脱离轮回的依靠，这是最重要的。供养典礼首先由上古座法师领众泛诵前行。奈比都大金塔住持大师则为众人传授三规五戒。法师领众泛唱平安偈后，慈悲的海涛法师随即带领四众弟子展开108套袈裟供养，恭敬三宝无量功德。圆满供袈裟功德后，奈比都大金塔住持大师开始以滴水功德一跪，为众人慈悲加持。功德主个个执壶滴水，一心专注，观修不漏功德。末了，众人恭送108位上部座法师一席。
梵唱声中，随喜才供养，恭敬无量福田。当晚，深蓝色的天幕下，奈比都大金塔更显灿亮，犹如灯塔，遍照寰宇人间。大智度稳云，一切清净如涅槃相，乃至得无生法忍，是为劫业甚深，行坛波罗蜜脉。坛有三种，一者牧师，二者供养恭敬师，三者法师。梵唱声中，海涛法师领众于佛前应众顶礼，作大回向，慈悲愿心，普及十方三世诸有缘，责备六道群灵众生等，名扬两地，雨露均沾。愿以此功德，庄严佛净土，上报父母祖先恩，上报国家社会恩，上报国家，上报所有众生恩，上报所有，上报三宝加持恩，上报下济地狱苦，下济恶鬼苦，下济畜生苦，回向堕胎胎儿，受苦有情，一切病苦者。以此功德，回向所有护持者，同享功德，好，各自发愿，回向圆满。回忆中，朝圣者们支伞燃灯，为盏盏灯烛起发光发热的生命本质。盏盏烛灯又如菩提愿心，燃烧自己，照亮他人，欲入暗中，愈发明亮。勤尔维罗法师点灯祈愿文，字字句句的慈悲梵唱，五蕴调融，心手相契，心灯盏盏，智慧众生。
慧，造破众无明，造破众无明，菩提心灯，菩提心灯，大慈悲为由，大慈悲为由，大信愿为助，大信愿为助，大智慧为光，大智慧为光。当愿众生，当愿众生，地狱道有情，地狱道有情，恶鬼道有情，恶鬼道有情，动物道众生，动物道众生，人类有情，人类有情，天人阿修罗，天人阿修罗，同享功德，同享功德，大开智慧，大开智慧，消除我执，消除我执，红尘佛道，红尘佛道，贝亚塔，贝亚塔，翻转嘴啊，翻转嘴啊，阿瓦波达，阿瓦。那也说哈，那也说哈。金塔巍峨，愿心如炬的佛子们，声声佛号中燃起此灯无数，也为此慈悲布施之行留下庄严见证。会本会成立于2001年，以宣扬佛陀智慧，推广佛教文化，培养人文胸怀，认识生命本质为宗旨。在慈悲置业中，中华印经协会扮演的是一个佛法文化传播与教育的角色。为了推广佛法普及各层面，大量畅印各类佛教经典书刊、漫画，并录制录音带、影音光碟等多媒体产品与大众免费结缘。结缘品有浅显的佛教漫画、卡通，建立基础观念的佛教故事、佛法浅说、因果故事，以及佛经重点集录、抄经本等等，品项众多，无法一一介绍。这近20年来，中华印经协会所出版的各系列结缘品总数超过1,661,7,139万册，加上有声影音系列，总计已超过2,374,9,909万册，受惠大众不计其数。此外，印经协会除了印赠佛书结缘，近年来更致力于建造佛塔与印制大乘佛教经幡，并在宜兰、苗栗、嘉义、屏东、恒春等地建造大型的佛塔，塑造约20万座华严经塔及小佛塔。同时印赠30,000个转经轮，分赠海内外各佛寺、佛教中心、道场及一般大众，以推广和教育信众供养佛塔的功德利益。书是最好的礼物，阅读是最美的习惯。我们深信知识能改变命运，教育可影响人格。印经协会借由推广佛经法宝来弘扬佛法，更希望大众借助好书的熏陶，建立正向人生观，进而营造一种充满书香、清净祥和的社会氛围。生命文化基金会自成立以来，秉持着广传佛陀三乘法的精神，致力于佛法的推广与传播，不断地制作多元的佛法节目，
透过 MOD 及网络影像平台传递佛陀的教法，散播如来悲智的法音，以滋养社会大众的心灵与觉性，并增进各语系佛教之间的互动及学习，愿使正法常住人间。佛所行赞中说，佛说一切师，法师为最胜，人思行才师，行法师者难。敬请各界大德发心护持电视弘法基金，一同成就广传佛陀三乘法的慈悲大愿，以让更多人能够得闻佛法，一起走向菩提之路。感恩您的共襄盛举，您的发心护持必定功不唐捐，聚沙成塔，福慧圆满。户名财团法人生命传播文化置业基金会，台湾邮政划拨账号1996-5232，1996-5232，银行网络转账，银行代号005土地银行，转账账号012-001-197-388，012-001-197-388。转账后，请将个人账号后五码、收据开立姓名、联络电话、地址传真至总管理处03989-8787，或 email knifetv.net@msa.hinet.net。服务电话03989-9319，03989-9319。九日天，又称日天子、宝义天子、宝光天子等名。日天原是印度神话传说中的太阳神，佛教说他是观音菩萨的化身。他住在太阳中，太阳里有他的宫殿，称为日宫。他在一年之中循环于须弥山中腹，遍照四天下及四大洲的白昼。它与守护黑夜的月天对应，也由四天王管辖。十，月天。月天又称月宫天子，原是古印度崇拜的月神。佛经说他是大势至菩萨的化身，大势至意为宝吉祥，月天即为大势至菩萨化身，所以又得名宝吉祥天。月天住在月宫中，他的身边也有许多美丽的天女陪侍，据说他有500岁的寿命。关于月天的形象，印度和中国所传各不相同。他在印度为男性形象，佛教传入中国后，由于中国文化中也有月神崇拜，而中国的月神又被阴阳学视为阴性，这样印度的月神受中国月神信仰的影响也女性化了，并且还吸收了中国月神的形象特征。他的形象通常为美貌后妃装束，头冠中槛满月，月中现兔形。十一，金刚密集力士。金刚密集力士以知晓如来一切秘密事机而得名。经光明经记载，他是大鬼神王，与500夜叉原都是大菩萨，为护持众生，保护佛法，他们才屈尊做了佛教的护法神。他行动十分敏捷，在佛教护法神中以捷疾著称。他常侍卫在佛陀身边，得到佛陀信任，佛陀常把一切秘密要事委托于他。佛寺
常把它供奉于寺院山门殿内，其形象较为特殊，一般为红色脸膛，怒气冲天，全身肌肉鼓胀，劲健刚强。明代以前佛寺都只供一尊密集金刚，明代《封神演义》问世后，书中虚构的哼哈二将取代了密集金刚。十二，摩西首罗天。摩西首罗天又名大自在天，是印度教崇奉的主神。佛教收入摩西首罗天后，把他奉为十地菩萨，故他的塑像也为菩萨形象，头戴宝冠，身着菩萨装，骑白牛，八臂三目，手持斧子，灵杵举尺，地相常掠去白牛。大自在天主要为密宗崇奉，密教把他视为大日如来的化身，他的诸种形象也主要出现于密宗寺院里。十三，散支大将，又称密神。他原是印度婆罗门教中的夜叉神，为北方毗沙门天手下八大神将之一。他统领28部天众，经常巡行世间，赏善罚恶。有人说他是鬼子母的二儿子，但多数认为他是鬼子母的丈夫。他的形象为金刚模样，面为红色，满脸怒气，手持降魔杵。护持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